在揀 underwear 和这个设计方面啊，有什么自己最注重的呢？其实我觉得因为内衣是我们女仔一个很贴身的部分，所以我自己呢就很着重即够不够舒适啦，还有当然是款式啦。但是我觉得如果要两者都结合为一可以找得到的话，其实都是一个挺难的一件事来的。所以我自己首先的第一要点呢，就是放自己那么贴身的用品都是要试过啦，觉得啱啦，即是你要试到两三个月才知道哦，这个牌子啱唔啱我。在很多不同选择怎样去配搭内衣上面呢，我觉得是内和外的结合来的。很多时候在揀外面的衣服很漂亮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里面那一件都要衬得好，否则你就会很影响外观的，也会影响自己的心情甚至乎那个自信的程度。尤其是因为很薄的面料的时候，你就要选择一些不要是 lace 的款式 lace 的内衣，因为你要揀一些光滑面，你才不会影响到外观的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配搭上面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学问，甚至乎质地质料啊。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，我可以详尽一点再告诉你听，你可以下来我店铺，然后我亲身介绍给你因为要讲的话真的可以讲三日三夜